龟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龟素带给您由内到外健康漂亮和快乐。硅元素符号硒，原子序数是14，英语称为硒利卡、硒利肯，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元素，然而它极少以单质的形式在自然界出现。自然界中的硅素几乎都是以沙土、石块、水晶石、宝石等无法被人体直接吸收的硅酸铝或二氧化硅的硅氧化物形式存在。从前的人们只能从地下水、井水或山泉水、天然河流的水中和农作物摄取身体所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成分，硅素则是其中重要的人体营养微量元素之一。遗憾的是，大自然早已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地表水污染、物质污染等，使人类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威胁和生物的灭绝。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长久以来人们摄取硅素的自然来源变得越来越受到威胁。硅是人体器官和内脏所必需的60种必需营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种，被称为生命之源。随着年龄增加，硅元素随之流失，自身无法合成，也难以在普通的饮食中吸收到，导致现代人体内普遍缺乏硅元素。人体一旦缺乏硅素，骨头就会变得松脆，血管之容易堆积和滞留，指甲容易断裂，头发易掉，皮肤容易发痒等等。缺乏硅素会导致多种疾病，动脉粥样硬化、癌症、结核、糖尿病、甲状腺肿、某些皮炎、泌尿结石等，还会发生皮肤松弛、毛发脱落，以及对癌症抵抗力的下降等各种各样的症状。每日适量摄取硅元素，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的功能，延缓衰老的功用。此外，硅也具有抗癌作用、利尿、抗菌、消毒作用。如何补充硅的摄取？我们不能直接吃那些碎石晶或碎片岩石，无论多么细磨的晶体，它是不能在体内被吸收。在几十年前，欧洲和美国已饮用然而是粉末的硅，可是粉末的硅，人体不但不能吸收，反而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它必须是一个水溶性的硅，才能让人体真正的吸收。最近十几年前，日本科学家研究出水溶性的硅，通过加热晶体在高温下被气化及纳米化，作为营养补充剂，更能让人体真正的吸收，成为许多家庭里不可或缺的保健品。硅
归宿水的提取工艺。1998年，日本 APA 株式会社研制出世界上首项高纯度液体硅提炼技术，日本成为世界上最首个拥有水溶性硅元素提取技术的国家。发明者正是日本归宿医学科学学会发起人金子昭博。归宿对于人体有哪些好处？归宿水能激活胶原蛋白，美白紧致肌肤，扫除体内过剩自由基。归宿具有抵抗活性氧的作用，能够有效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补充归宿能使胸腺活性增强，免疫力提高，因此对过敏性皮炎、过敏性鼻炎等免疫系统紊乱的症状有良好的效果。归宿能修复受损血管，软化血管，并能清扫堆积在血管内的血脂、胆固醇等脂类成分，并将其排泄至体外排毒，因此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有很好的效果。归宿能使秀发光泽亮丽，防止脱发，促进生发，使眼睛明亮，还可促进指甲生长，使其有力。归宿能链接胶原蛋白链，使胶原蛋白链更紧密，从而使皮肤紧致富有弹性，能够刺激细胞，促使细胞再生，使皮肤纹理更细腻，祛痘祛色斑。归宿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头发、皮肤、口腔、气管和食管、细胞代谢有很好的功效。归宿也对肌腱和韧带、肠、胃、指甲、骨、血管、关节和软骨、结缔组织有很好的功效。归宿的抗氧化性，左边瓶子，铁钉加入水和 10% 的归宿，具有高抗氧化性，不会生锈。右边瓶子，铁钉加入自来水，氧化、生锈。人体补充归宿，具有高抗氧化，缓慢老化，避免肠道腐败、病菌、疾病。因为归宿具有抗氧化性，归宿水可以消除肠毒的危害。吃高油脂食物，在肠道容易氧化，在肠内腐烂，使身体产生氧化。肠道的有害腐败均是引起癌症主要的因素。归宿能预防肠道内氧化，能瞬间杀灭大肠杆菌、革兰氏杆菌，预防肠道内异常发酵以及有害菌的繁殖。归宿在消化吸收发挥作用结束后3到6个小时后经尿液排出人体，不会在人体内造成沉积，因此无需担心过量服用的问题。任何过量的硅都会最终经尿液从身体中排出体外，归宿是安全的，归宿对人体没有任何危害。很多人喝了归宿水后，指甲变好了，头发长多了，皮肤变好了，漂亮了。归宿能改善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病，大量的工作，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身体疲劳难以恢复，导致抗酸化能力降低，繁忙的工作使得在外面吃饭的几率增多，含有各种添加物的食物被我们吃进体内，从而又增加了活性氧的产生，酸化已成为健康的大敌。归宿的强抗酸化能力证明了归宿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归宿水能够让运动人士更快达到结实柔软身段。
选择水溶性龟素的九大理由。龟素能有效改善血液粘稠度，清理血液杂质，软化血管。龟素对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糖尿病、脑梗、痛风有效。龟素能激活人体细胞，促进身体新陈代谢。龟素帮助人体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提高免疫力和抵抗能力。龟素可分解人体内的油脂，达到减肥降脂的目的。龟素促进人体排毒，保持良性循环，能激活胶原蛋白，美白紧致肌肤。龟素水让人更快达到肌肉结实的效果，更有体力做运动，身体更有柔性，具有很好的抗酸性，能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具有除菌功能，可除出体内和外伤上的活性氧，消除炎症。饮用龟素水后，我们的客户如是说，我喝了氨龟素，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脸上皮肤好了，真的很高兴，我有了人生改变。喝了龟素水后，排便情况大大改善。我姓邱，今年83岁，肾脏衰竭，每天精神差，很疲劳，脚和脸经常水肿，行动困难，前列腺经常要上厕所，不敢出远门，晚上夜尿多，影响睡眠。医生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但是自从女儿1年前给我喝了水溶性龟素水，精神好很多，消水肿，身体比较轻松开心，晚上减少夜尿，睡眠比较沉，白天精神好。因为有龟素水强化肾脏，也维持不用洗肾，非常感恩我亲爱的女儿带给我龟素水，给我延长生命和家人一起。我陈女士今年80岁，肝硬化，所以我的指甲灰色，很厚，里面空洞，脚经常水肿，风湿，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喝了水溶性龟素水，我减少了注射胰岛素分量，隔天才注射。女儿建议我多喝龟素水，减少注射药物，指甲健康了，脚也消肿了，行动轻松多了，感恩龟素水。我今年44岁，2年前不幸出车祸，额头缝了20多针，很担心毁容，全身也扭伤。过后，朋友介绍我喝龟素水，他说能够修复伤口，可直接涂伤口，可饮用。我完全没有靠药物，自然疗法，康复非常快，我的疤痕修复得非常快，车祸的扭伤也康复，以前经常肩膀紧绷和腰疼都完全康复了，身体感到轻松。我很感恩我这位朋友介绍给我这瓶神奇水。我是阿伦，今年25岁，爱吃肉，不爱运动，微胖，身体酸性，酸味很重，很自卑，影响交际，朋友都远离我。半年多前，妈妈给我喝水溶性龟素水，喝了1个月，身体酸味完全消失，到现在都没有酸味，鼻子敏感也好了，我现在很自信，朋友也多了，精神充沛，感谢妈妈的爱心龟素水。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硅元素？营养学家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每天摄取25毫克硅元素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老年人，更加需要补充硅元素，加强骨密度。健康者1日5毫升，健康状况不良，有疾病者1日10-15毫升，可加入水、饮料中、果汁、汤茶、咖啡屋、补品、酒、营养品。龟素水能够提出饮料中的营养和味道，
帮助吸收，达到更好的效果。龟宿水试验，现在让我们通过实验来展示一下龟宿水实力的一部分。第一个试验，龟宿水分解油的试验，首先将芝麻油分别加入2杯自来水之中，然后只在左边的杯子中加入 UMO 水溶性龟宿水，搅拌后，可以明显看到左边杯子中溶液的变化，左边杯子中的油在加入龟宿水后完全溶解于水中，而右边杯子里油却一直浮在水面上，我们看到了龟宿具有分解油的功效。第二个试验，龟宿水抗酸能力的试验，首先将碘消毒剂分别加入2杯自来水之中，碘在水中是呈显酸性的，因为碘和水反应生成次碘酸和氢碘酸，然后只在左边的杯子中加入 UMO 水溶性龟宿水，搅拌后，可以明显看到左边杯子中溶液的变化，左边杯子中的溶液颜色由浊变清，在加入龟宿水后完全被中和，与右边杯子对比，龟宿的抗酸化能力明显。三个试验，龟宿水渗透力的试验，首先将茶叶分别加入2杯温水之中，然后只在左边的杯子中加入 UMO 水溶性龟宿水，搅拌后，明显可以看到左边杯子中茶水的颜色变深，茶叶在加入龟宿水后其成分迅速溶解于水中，而右边杯子里，茶水的颜色仍然很浅，龟宿的强渗透力帮助茶叶迅速溶解于水中。第四个试验，西红柿的表皮农药残留物等的清洗试验，首先在2杯自来水之中分别放入若干个小西红柿，然后只在左边的杯子中加入 UMO 水溶性龟宿水，约1分钟之后，可以明显可以看到左边杯子中溶液的变化，左边杯子中的溶液在加入龟宿水后颜色慢慢变深，时间越久，其颜色越深也越明显。而右边杯子里，水的颜色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是因为龟宿水能帮助清洗西红柿的表皮农药残留物等。欢迎访问 iguisu.com 网站，了解更多相关龟宿与健康的信息，或通过电话或电邮方式与我们联系。谢谢收看。